家庭是什么？家庭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和大小，但是它总有一个不变上，他们是你爱的人，就像你的父母爱你。神爱他所有的儿女，他提供了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学习更多关于我们祖先的事。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，我们相信记录我们祖先的事很重要，因此我们的教会拥有家庭历史，它可以帮助你追溯你家庭成员的名字和学习更多关于他们来自何方。我们邀请你们用 familysearch.org 来寻找你的家庭成员的历史，和用井号 gather them home 在社交媒体来分享你发现的事。另外，你们可以浏览井号 gather them home 来看其他人怎样寻找他们的家庭。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或有任何问题关于寻找你们家庭成员的名字，在这个贴纸下留言或发信息给点赞或分享这短片的传教士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好来帮助你，我们也能让其他专门的人来进一步帮助你们。